据拜因体育的意大利记者帕尔梅里的消息，在赫迪拉与尤文成功续约之后，在本赛季意甲的球员薪水排行榜前十位中，尤文已经占据了七席。在这份榜单当中，夏天从皇马转会至尤文的 C 罗占据榜首，他以3000万欧元的年薪傲视群雄。同样是今年夏天从尤文加盟 AC 米兰的伊瓜因位居次席，他的年薪为850万欧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多达七位尤文球员入选这份榜单，除过 C 罗之外，还包括迪巴拉、皮亚尼奇、道格拉斯、科斯塔、赫迪拉、博努奇和埃姆雷詹。其他两名非尤文球员分别是 AC 米兰的唐纳鲁马和国际米兰的伊卡尔迪。负，本赛季意甲球员年薪超101， C 罗尤文图斯3000万欧元。2. 伊瓜因 AC 米兰850万欧元。 3. 迪巴拉尤文图斯700万欧元。 4. 皮亚尼奇尤文图斯650万欧元。 5. 唐纳鲁马 AC 米兰600万欧元。 6. 道格拉斯科斯塔尤文图斯600万欧元。 7. 赫迪拉尤文图斯600万欧元。 8. 博努奇尤文图斯550万欧元。 9. 一卡尔迪国际米兰500万欧元。10埃姆雷詹尤文图斯500万欧元。